Yeah，Funky Night Yeah！ 今天的话呢，看到我们这个模组就知道、哦、是一个很低低的观众，好不好？推荐给我们的啦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的 Holo Funk， 好不好 ？Holo Life 的 Funk 模组，哇，居然还有 Holo Life 模组哦。然后右边这两只的话呢，一只应该是那个应该是已经毕业的那一只吧，我记得哦。然后左边这只的话，其实。我不知道是谁，是不是奈奈啊？是奈奈吗？感觉应该是蛮像奈奈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奈奈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如果你是滴滴，你也知道他们是谁的话呢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平啊补充一下他们的名字哦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基本上那个什么，基本上这边的话呢，那个什么，有观众就跟哲平讲说，哲平，这款游戏的名字其实叫做 Friday Night Funky 啦，不是 Funky Night， 好不好？那我只是觉得那样念开头比较顺一点点，所以我就这样念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不用那么在意，好不好？不用那么在意，那只不过是一个开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下我们的 Holo Funk， 看一下里面会有哪一些 Holo Life 的角色吧，好不好？应该是蛮有趣的哦。来来来来 ，Story Mode 直接打起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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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应该就是操作这个啦。操作这个应该就是之前毕业的那一只，我记得，好不好？叫魔什么的吗？对不对？应该是啊、哦。然后我们左边这个话，目前感觉最像的样子应该就是奈奈了吧？应该是啊、哦。来吧，看一下这边会有什么改变。Left， 哦，是一样的。可是他图做的很好哎、欸，说真的。Right， 而且都有动作哦，很可爱啊。Up，down。来了，各位！哦，怎么开始在飘了？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哎，这个 Holo Life 模组感觉有点难哦。不用怕，各位，滴滴猜猜看，第一个好不好？第一个角色会是谁？滴滴们，来，三二一，预测一下啊、哦！第一次这个应该是死神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样子应该是死神哦，好吧 ？Week 一就是死神了，要直接来 rap 了吗？其实死神的 rap 很好听诶、欸，真的是死神诶、欸，来了。欸、他音乐也是都不一样哎、欸，就不是爸爸那一首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这真的是死神在唱歌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但是我们这样会不会吃版权啊？哎、欸，很好听哎、欸，不愧是死神，爱了爱了，滴滴了滴滴了。猛啊、欸！不过他男的没 rap 啊。欸、我可能会讲比较多话、哦，因为我怕会吃版权啊。Yo Yo， 跟着一起唱，然后聊天之后说：“哲平你很吵哎、欸，我要听音乐啦。”不行啊，会有版权啊，我怕啦。不过这首应该，这首我不知道。死神有没有唱过啊？反正不是唱他主题曲，应该没差吧。哎、欸，好好听哦！天啊！太好听了吧！有没有？不知道 Holo Life 是什么？不知道 VTuber 是什么？听到死神这个歌，有没有想要入坑啊？哇哇哇哇！连爸爸的歌你都可以唱吗？哇哇哇哇哇！是那首，是那首。完了，我觉得版权吃定了，完蛋了，版权吃定了。哦，这首真的超嗨的。
that restaurant, no. Kawaii, Tanoshi. Oh, 不对，这边才是Kawaii啊。哦，这歌很好听耶。太神了吧，这游戏这都可以改。欸，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，好不好？超好听的，大大金卡哇伊。第三首歌，我觉得这应该都是他们自己的音乐吧，好猛哦 ，Whole Life， 七七七。哎，不过我说真的啊，我其实 Holo Live 没有看很多，哈哈，我就只有看一些精华而已啊。然后他们就是一些很好听的歌，我知道，所以哎，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那个哎，有船长，或是团长也可以，哈哈，捧竹捧起来，啊，棒竹啊，棒竹棒起来。玩得好好听的，天啊，真的太强了啊。太神了，太神了！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好了哦，因为我很怕吃版权，然后我们就一起介绍一只 Holo Life 的角色，好不好？今天就是我们的死神了，死神真是太厉害了。然后我们再打一次他的那个主题曲吧，哈，再打一次他的主题曲。哎，这边这个，我要让大家快点快点看，我已经看到后面下面好像有莎莎的影子啊！哎呦，这个改的超好的，哎，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。居然是这边改，好猛哦！啊，死版权又死版权了啦！
水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先介绍到这边啦。那期待我们下一个的那个角色是谁哦？基本上应该已经看到了啦，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莎莎跟华生了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的女友那个应该是奈奈吧，然后我们的主角应该就是之前毕业的那一只。那如果大家知道他们名字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让哲明知道你们多滴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啦，我是徐片，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啦。